写歌的人帮我们来完成梦想。这首歌就是由我的好朋友刘龙泉老师为我制作写的歌。我们请他来跟我一起分享这首《灰色雨滴》。欢迎刘龙泉。你是我想的人，你是我最近的爱人，每当我最想你，最需要你，你总是缺席。你说你力不从心，你说你不能做决定，只说我们相爱就可以，不必刻意去联系。可是我心里只有你，却不能再专门写给很会唱歌的人唱。Thank you。不客气。